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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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各位同修啊，今天呢是我们观无量寿佛经的第十讲。也是十分这个，是端午节假期是吧？啊，今天还是在放假是吗？啊，那么对，是昨天是五月端午啊，我看在这个网上也有的这个圈里面的朋友里面讲到说，端午节不能过啊，不能说快乐啊，要说安康啊，要说吉祥，说端午节不能快乐，因为端午节的缘起是。由于人死了，啊，说屈原也跳江了，曹娥也为了救父也死了，还有一个谁来着？还有一谁？三个人了嘛？啊，伍子胥啊，所以说不能这个幸灾乐祸啊，说快乐，然后大家又整个都支持，又说发着要说这个安康吉祥，啊，反正每天都是要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八十中呢又种一些。不一样的种子啊，然后这些种子必定将来又要赶工，反正来回就这么不断的折腾折腾，这就叫业力啊。我们所有的生活状态就叫业力啊。那咱们讲这个观无量寿，就光锁定这个观字呢，大家要搞清楚业力跟定力的差别啊。业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没有得定力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念头呀，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人的念头，一日一夜有84000万个念，大家知道，一日一夜就24小时就有84000万个念头起伏，啊，那么在这样的念头起伏的，我们不要以为说这辈子赶的下辈子好像，只要你启动一念，有起，必定将来就是你一生的受生之因。就这一念就可以做主牵引着你，就作为一个人生过程中又一次的这个分段生死里面一段的这个呈现，就一念就可以导致这样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讲到这个观法也罢，念佛也罢啊，还是在这个妄念就没有定力的这种状态下不断的提倡，不断的让大家积攒啊。那么真正如果说当我们修观也罢，持名也罢，功夫了得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身心在三昧中的时候呢，才真正称之为开始向解脱出世因，产生因果作用上，这个出世间的多了，世间的业力才少了啊。那么最后彻底纯粹到出世间，彻底把世间的这个业力给舍弃给断掉的话，那是特别特别难的啊，想起来都说实在都遥不可及啊。那么我这就是我们一直弘扬净土啊，说这个除去这样的修观之外，还可以念佛称名，乃至总体的来讲有一个把握是可以待业往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啊。那我们今天啊，在上一次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哪一关了，第七关是什么关还记得吗？是什么啊？是华座观了啊。也就是说观这个树叶呀、宝珠呀、光呀、台呀、床呀等等一一啊，前面讲到分明见，就像我们见自己的镜子里面见自己面相一样啊。那么在这情况下就讲到了说必定当生极乐世界，这是上一段文的结尾啊。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必定可以生极乐世界呢？这也能从理上说得过去，为什么？就是由于我们世界的组成啊，无非就是正报和依报
那么这个医报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所谓的世界，外在的世界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正报启动的这个心想来的。所以当你的医报因缘具足了以后，这个世界的医报因缘，大家听得懂啊，医报因缘具足了以后，那么正报一定会牵着就在那个具足的医报因缘中去那儿生活，去那儿出现。正报医报听得懂吗？啊，我现在也要勘验一下你们了，因为我老是觉得你们已经水平不错了，但是有会儿我发现你们有点懵。正报医报听得懂吗？啊，有不知道的。什么叫正报？就是我们的色声。什么叫医报？就是外在的山河大地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你一定要把这些佛学名词要锁定了，要不然一次听过去了好像那么回事，下一次再讲的时候你又忘了，你连这个词儿都绕不出来，那你不要去讲听法义了，听不过来了啊。所以说如果把医报能够观到这种地步，就是在前面华座观已经临近什么了，临近佛座的这个宝座了，就是把整个世界都观的已经到位了以后，开始要塑造佛距佛最近的这个台桌，他的这个座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说这样的观着必然正报会回随着医报转啊，因为我们常知道医报随着正报转，其实同时正报也会随着医报转，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就是到那个时候你想到娑婆国土没有了啊，因为你种的这些因，你所有的世界呈现已经所在极乐世界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这一关开始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佛的正报了，也可以说依着佛的庄严来庄严我们每个人的在极乐世界的色身啊。大家不要知道说关起来好像只在观阿弥陀佛，其实我们每个人就这样随着文你去听一遍，起一遍心念，那么等于也是把我们将来在极乐世界净土的这个是这个庄严声呢给过滤了一下啊，建树了一下。所以这里这一段开始，你看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啊，又是一个见此事已啊，是一个里程碑的，又到了一个次殿啊。那么次当想佛呢，这里前面插了一段小曲啊，大家看到了吗？所以者何？哎，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要观佛呢？为什么要想佛呢？次当想佛是说为什么呢？啊，今天的课程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中也就可以我就可以一目了然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有的他次次来就今天来不了啊，怪得很，有的他没来过今天就来了，所以他就没有福报听闻这个核心一代教法的眼目，他没有福报没有因缘呀，啊，到紧急关头他撂挑子，他出事或者就不想来啊。有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这个起伏呀，这种进退之间呀特别怪啊，就是几乎是个定数，你没有大的发心大的愿力大的菩提心作为摄持，真的进行不下去啊。所以呢这里在想佛之前呢插了一段小曲啊，这个曲也是非常可以说是名曲。为什么说所以者何呢？为什么要观佛？核心的教理就在此处体现。大家来看啊，诸佛如来是法界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世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世心作佛，世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因为从第一点我们说从事项上来讲都知道说啊，这个念佛观佛啊一定是功德最殊胜最极致的，那么从理上我们不能够一探究竟，这就是给我们呈现这个理，直唱念佛的原理是怎样的呢？就是心想佛，佛入众生心想中，然后一旦感应道交，事行作佛，事行是佛，这是从理量上一目了然啊。第二个就是讲到的法界因果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因果就不涉及我们微细的乃至六道轮回中的这种低级因果了哈、啊，这种漏劣因果了，而是最殊胜、最简白直通的因果是什么呢？就是是行作佛，是行是佛。啊，就用这个借机开显作佛的原动教法。啊，也是这一段，啊，第三个呢，我们学习这一段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啊，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原理以后，言外之意是怎样呢？就是要地性产生足够的信量，产生信心，对这个理产生信心，对我正在念佛的过程所得的功德也产生信心。这样的话，无功加行就会依照我们的性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好像你平常是感觉不到的，只要你一性这个理入了心以后，那么它就会转成一种无功加行的，让我们增强观念力的一种莫名的力量。可能你不晓得，但是它就有用啊。所以这段话呢是很重要，我们来稍微把它关注一下啊。但是关注呢，不要把它关注复杂了。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常规的说，哎呀，听了一段很要命的话啊，那么它就一定是很玄扰啊、微妙深奥的。但殊不知呢，这一段话其实是观经啊一部经里边最简洁明了的表达，没有任何隐藏玄机的地方，就是浓缩到八个字，就是是行作佛，是行是佛，浓缩到四个字就是心作心事，很直白啊。但是呢，这就是佛法的总纲啊，跟诸位讲啊。我们来看哈，首先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那么诸佛如来当然是指的一切十方三世诸佛呀啊。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处诸佛呢同一个法身。什么叫做法身呢？法界藏身啊，我们常念到是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不是有一句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吗？啊，大家做过功课的都知道。那么什么叫做法界呢？法界就是万法之界，我们一切的物质现象、一切的精神思维、所有的呈现，就是在这个整个法界之中，出不了这个范畴啊。那么所有的诸佛就是以这个万法之界它的现前状态，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万法之界作为他现前的身心状态了，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整个所有的宇宙万法都是他的身，所有众生的心念起伏，不管你在妄想还是在智慧中，都是他的心，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如果在反复我们的表达上呢，一般把它认知为不外乎刚才讲了物质或者精神层面，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吗？啊，但是在佛的层面来讲哈，这个东西还要超越表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物质是物质，精神是精神，在佛的层面的话，物质它可能是由精神来显现决定的，精神可以用物质来进行属性性的表述，就是整个这两个是不二的，是这个相互相辅相成的，又合二为一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一真法界，只有诸佛正道究竟的果位啊，用这种智慧也罢，禅定也罢，整个这个功德才能够彻底开放的显现在一切的万法之界上，这就是诸佛是法界身啊。当然这是以我们现场的描述而言，从理上描述，如果从拟人的这种感觉上，因为我们要表达那诸佛他是一个灵体呢，怎么感觉呢？啊，就是说佛正道这个清净圆满的佛的智慧就像大圆镜一样，在唯识下面说佛最后成就了以后，他的智慧就叫大圆镜智，那么他就可以无一点点漏洞的照见一切所有众生的生命过程和心理活动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大家就这么理解，这就叫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要有一个疑惑，一说大家想想，如果说佛是佛，众生是众生，
它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东西，没有交错啊，完全绝缘不同的世界和这个人生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链接说凡夫可以成佛，佛又可以到这个凡夫的世界来度众生，怎么链接的呢？啊，由此我们就可以说它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版面，共享的版面平台啊，模板都可以是，而体现不同的内容，就是佛凡夫在这个层面它体现成一个烦恼的世界，分别的世界，佛在一个层面它体现为是解脱的世界，自在的世界，智慧的世界，但是它一定要交错，就是说他们俩的根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说为什么在凡夫的状态中佛是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能够入呢？如果他没有联系怎么入呢？没有联系凡夫就入不到众生的心想中，而且众生又没有一个，你看是故汝等心想佛时，事行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怎么跟佛去发生关联呢？啊，请大家随文入观啊，为什么这里说事行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呢？就是它有一个内在本质的平台，是一个东西，一个模板上凡夫和佛各自呈现，可是在各自呈现的状态中它又可以相互交错，我们修行利用的就是这个相互交错的原理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板呢佛已经全体了掌握了明了了，但是凡夫呢他在其中，但是他又不知道，像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水平了，又不知道又想知道，又想知道又想知道的又觉得很少，就不断的想更多的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次位了，操作到这个地步了啊。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知道了本来具足了佛的功德，而且我们就在跟佛共享这个模板中这样来描绘的时候，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启动这个描绘的作用，那么这就是佛的方法作用，包括形象让我们也有了这样的同样的功德，同样的功能作用。所以这就叫做事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就利用这个模板的原理啊，佛入到我们心中，那么我们正好用跟佛平等不二的这个心来启动临摹作用，就想他念他，只在他的层面，绝不往下落一点点，那你想想这个东西就不会错了，就不会不显现了，一定要长驱直入到了那个层面，显现那个境界，这就是我们将来在净土出现的时候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汝等，汝等是谁等呢？在座的咱们诸位，你我他呀，是心想佛时，事行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当然你看这个下面又有一句说，所以讲到说事心作佛，事心是佛啊，不管模板也罢平台也罢，这都是一种比喻，根本的道场在哪里了，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大家千万不要一听心马上下意识就又想着自己，又想我的思维我的理解了，这个心是无边无量的广大，无边无量的这个立体的啊，无边无量的超越的，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说哦，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心想事成啊。诸佛正遍之海啊，就是说一切如来的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如来应供正遍之呢？啊，这里讲到的正遍之呢，就是把佛的名号用其中的一个这个正遍之的这样一种念力作用，它可以具足了它随意的挥洒的这种洒脱的解脱自在呢，所以这里叫做正遍之海，是讲佛的功能，从名号上是从心想生的。你看，佛的正遍之海是从心想，就是说一定要依附在这个本有的模板和平台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变法皆心啊，记住啊，一涉及到心绝不可以想成你肚子里的这块内脏，或者说你脑子里面的妄想啊。由于我们现在正因为我们不正，就是以为是肚子里的肉和脑子里的妄想是我的心脏，是我的思维，这就太有局限性，所以就不正不变，虽然也有知，但是不是正知变知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佛是正遍之海，是从心想生的，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啊，这首先呢，我们把这一段给大家先这么灌一下，从语言上面、思维上面来理解一下啊。再一个层面呢，希望大家好好的体悟这一段。啊，首先你看，为什么再回过头来说法界？佛是法界生呀。那么佛是法界生，这一切都是佛的生，包括佛之生、佛之心。那么首先为什么能够说是正遍之海，就是是法界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的？首先他的心是变的，由于心变法界，所以生也是变的，由于身心俱变，所以他是无障碍的。就这三个特点体现了他的佛法，这个佛诸佛如来是法界之身啊。大家想想，为什么说心变故则生变呢？那我们因为心到了，所以生也能随之到呀。生是随着心而作用，所以故称法界心。大家想，我们现在这个心在不在？心在不在啊？那跟佛一样不一样呀？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变呢？大家想想，我们能不能变？能变在哪儿呀？你始终都出不了这个范畴，你自己的身体，你每天就锁死，一步都不想逾越。只要出去，你比如说为别人着，为什么为别人着想一点，为他服务一点，发点慈悲心，都那么难。为什么？就是因为要只能变到我，不能变到别他。那你想法界，你就把它委屈的就浓缩到这么一点点。我们以为的心是变的，就变在我的色身之上。啊，你看，假如果这会儿我们一般以为不变的情形是什么呢？谁要是缺一只胳膊少一条腿儿，那就觉得哎呦，我的身体这个不圆满了，不变了，好像心其实是心理作用缺了个什么一样，那时候就感觉到不变了。但是因为我们始终就一直在缺，始终就锁定自己的色身，那么我们以为这就是周变的，从始无始以来人的漏裂作用就在这里，所以变不了。因为心都不变，心就一心一意在这个色身上，那身怎么变？大家知道我们现前的色身都是整个法界来讲能算上连一个埃尘都算不上，何况无量劫的轮回中光我们一个众生的轮回身有多少，你都变不了，只能变到这一生这一世，所以不能周变啊。那么如果说佛的这种无障碍法界行变了，为什么？它就是凡圣没有差别，凡也没有差别，圣也没有障碍，一切都没有障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大家想，每个人的心想，大家在这里一起我们沟通时候的心想啊，我们在北京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心，这整个这个就是法界，你变到哪里，你的功德才能到哪里。你看阿罗汉只能变八万劫啊，菩萨还有一点不变，有一品无名破不了啊。所以这个正变之就是佛的功德啊。这是一代教法的纲宗，但是万法为心，心为万法啊，这个心作心事呢，我们一般这个简单的原理呢，很少有人能够顿生信心来相应啊，觉得太遥远了，太广大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大家想想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法界身吧啊，变法界身。观音菩萨都知道啊，咱们在线上群四群五里面不是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吗？大家知道普门的译名就是变法界，普门就是可以普门示现，随时寻声救苦，有求必应呀，这是不是周遍法界的意思呢？啊，就是说只要你有人受苦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常恭敬，他就会寻声观其声音而解除苦恼。你看这就是法界声呀，他的这个层面是依照法界心而现法界声啊。那么如果诸位读过地藏经，地藏经这个好像是分身集会品里边吧
啊，又有一个差别啊，我这个化百千万一生，度百千万一人嘛，啊，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啊，女身，天龙神鬼身，这些都是正报友情，对吧？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后面还有一段是什么呢？或现山林川源，河池泉井，利己于人。山林啊，就是黄土高原，有可能是他视线的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有可能是他视线的啊。那么河池泉井啊，有可能济南的那什么第一泉叫什么啊，趵突泉，就是他视线的，他为了跟众生结缘，此等之事谁敢相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变不了他，他是什么？依法界生而显法界行，法界生法界行是不二的，所以诸佛如来就是彻见彻证彻住到这个生心不二的法界之中，所以叫做是法界生，用生来体现而已啊。那大家不要以为说他们能变我们都变不了，三个都可以变啊。你们参加过佛门有一个宴口叫做佛事叫做盂切宴口，参加过吧？啊，这倒是给大家通知一下，每年的7月15呢，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最大的法会就是超度亡灵，做这个盂切宴口啊，一定大众师父都在会那的诵经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共同做法就是放一堂宴口，这是最隆重的法会。如果有超度或者消灾呢，可以去那儿写牌位啊，这个非常殊胜。那么放宴口的时候呢，一开始要引请三宝的，唱赞子、粘香、香花供、香花请，因为引请三宝就佛法僧三宝嘛，啊，那都是佛这个觉正境，其实就是有佛宝一体三宝，因为他们是法界生，所以可引请的将领坛禅，为什么法界生嘛？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讲明了，但是大家要晓得，最后在施食的时候啊，还要有这个破地狱、看咽喉睁眼。要持这个真言，让什么？要招请这个孤魂恶鬼来受甘露味啊。那么我们要想想说，明白，如果孤魂恶鬼他就在地狱，就在鬼道，他没有这个法界生的功能，他怎么从那儿来呢？大家想，他怎么来呢？他乘的还是这个法界生的原理，一招请就到位，到人法界来了。法界法界是通的，他只不过是从地狱恶鬼的这个，从恶鬼和这个孤鸿的这个法界到人道这来，临时就用这个咒语的加持来显现了。可是他本质上如果他没有这个沟通关系，他能到这来受食吗？啊，那有很多次我们放焰口的时候，他们都下面都有突然发声怪叫的都有，就是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一片来受食的都有。那你想想，如果到了三恶道里面被束缚的很厉害的，他怎么能够来受这个甘露味？就是他本有的法界身的功能没有失去，始终就在啊，所以这叫法界身啊。大家要理解这些，要不然你就不明白说，为什么我以一个微卑微的一个六道之中的一个罪恶生死凡夫人的身份，可以直接跨越到极乐净土去做三不退的一生补助菩萨啊。你要往这儿会哈，不是给你们讲天方夜谭的这个奇谈呢，这要给大家通理呢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是法界身。但是法界身，我们这里想佛想他的32相80随行好啊，这里32相80随行好呢，是佛的这个身相的庄严啊。每一尊佛，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应化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佛像呢就有32种大人圣人像啊。像转轮圣王，世间最有福报的人是转轮圣王，他也有32相，但是他的像呢不是非常的鲜明圆满，佛的像是非常鲜明圆满的。阿难跟佛的像里面只差2相，还有2相他没有啊。所以佛的32相呢，像从最上面叫无间顶像，又叫肉髻像，最下面呢叫做一个足下平安立像啊，就是这个他的足呢是平的，踩在地上呢是跟地完全吻合的，不像我们现在好像当兵的话，还你要是那个平板足还不要啊。其实平板足的像呢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像这个足底下有这个千夫轮像啊，有时候我们去朝拜或者去过西安的那个大雁塔里边，不是说那会儿有佛足吗？
用佛祖的这个影像，就觉得佛祖上面有一个轮一样的哈，那就叫做千佛轮像啊，足底有一个千佛轮盘，纹路非常的分明啊，乃是包括这个手指纤细像纤长呀，细呀，手足柔软呀，双手能够过这个膝盖下面呀，啊等等这些，包括牙齿有40颗，而且有4颗是特别又白又大又净啊。那么像这个广长舌啊，佛的舌头可以伸出来盖到发髻啊，等等这些，不一一数了，这就是32相啊。大家要了解的话，回去查一下。那么80随行好呢，就是在32相里面，又具体的可以赞叹说他怎么个好法，啊，像他的指甲啊，就是光这个手相上面，指甲又是非常的润泽，手指很圆，里面的经脉呢都不像我们抱青筋啊，它是隐着的，看不到，啊。这个眉毛呢，啊，像这个初一的这个月亮，就是初的这个月亮一样，弯月一样，啊，等等，耳垂呢也是圆满的，荣于具足，没有衰老相，特别是胸口还有这个万字，等等，这都属于80随行好，总体上就是描绘佛身的殊胜庄严的，啊，我们这样了解一下就好了，啊，下面我们要了解啊，何为世心作佛，世心是佛。什么叫做做？什么叫做是呢？这个从我们观佛的从始到终的始终分别来讲哈，开始学习观法就叫做是心做，啊，慢慢最后成功的观成就了，升极乐世界，甚至成佛了，叫做是心是，啊，一个做，一个是，大家要鉴别清楚，啊，再一个。就当前和现前和当来分别哈，如果我们刚才讲到诸佛跟我们的法身是同体的，现前观佛的时候心中显现的就是佛的这个法身之体，这就名是心是佛啊。那么依照我们现在起观，将来我们一定升到极乐世界成佛，这叫做是心作佛啊。从这个简别上大家发现了没有，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作呢？是就是本质上本来就是这样不动的，做呢就是要加工用行，有了刻意的力量，赋予它力量，不断的向前迈进，这叫做做了啊。所以我们在此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再复习一下啊，常用的一个词语叫做修和性，就是从性起修，全修在性啊，从性起修是什么呢？重在他的修，就是事行做。你得做佛，你得天天念佛、想佛，要成佛呀。你得有主观能动的启动去做呀，啊。那么全修在性，就主要讲他的性本来就是佛，只是显现而已，不是从外边来得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记住这个生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本来没有，而后心造，这叫做生，生出来了。第二个意思是呢，本来具足而不显现，现在让它显了，叫做生。这里我们做的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指的第二种显现而生。不是心造而生啊，这大家都要搞清楚了，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哦，从性起修，全修在性，从性起修就叫做心作，全性全修即性，是心事本来就具足的啊。所以这两样呢，大家要知道缺一都不可。为什么说8个字最后又浓成4个字心作心事的？做就是你必须有事项上要去修，是就是你一定要悟到本来就是，两样缺了一样都不圆满啊。比如说你只知道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这个具足了佛性了，但是如果本来具足的佛性的话，那么如果你不修它显现不了呀啊，你不去修的话，你自己大家都有佛性，你现在给我做到那，你现在去法源寺把那佛像给挪了，你自己坐盘腿坐上去，那有人礼拜供养你吗？你是凡夫呀。所以本来具足你不修的话它成不了啊。但是你不断的修，你要知道虽然不断的修离不开我，就是本来现，是让它显现，不是让它这个发生
是让它显现的，啊，就等于说，如果你本来没有这个佛性，那么你再怎么磨，就像磨砖一样，砖没有这个镜子的功能，你再怎么磨，你能把砖能磨成镜子吗？磨不成镜子，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两样呢，缺一不可。修成就叫做做，性具就叫做是，心做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啊。这里呢，星座星事啊，这个呢，以前的祖师有过无量的开示了，啊，你像这个彻悟禅师讲到了啊，就是讲到这个开示过关于这个是星座佛是经是佛，啊，大家听懂听不懂？我给大家念一遍，我们感觉一下啊。他说：一切法门明心为要，一切行门静心为要，一切的法门都是为了明心，就是悟；一切的行门静心，就是为了修。啊，大家知道悟就是事，修就是做，啊，那么他就说，而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呢，正好收摄悟和修两个法门，啊，你如果悟明心地了，就明白了说是心是佛本来就是，你如果修行静心，就知道是心做佛，不修成不了。啊，一定要这两个东西，事就是悟，这个做就是修，一定要解行并进，啊，如果我们啊，大家在理解上，你只知道事行做佛，而不知道事行是佛的话，那么你就会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做，而就天天在那修，天天在那修，放不下修行的这个，这个执着了，不知道本来具足，你为何要修呢？就执着到这个事项上，这种无意苦行就是指的这一类。你再怎么付出，再怎么辛苦，但是最后你成不了磨砖，磨不成镜子呀，啊。那么如果你只知道事行是佛，就是你本具的我就是佛，然后你不知道事行做佛，不好好去修，就会什么呢？任天真而废修正，就不去修了，啊，就开始戒也不持了，坐也不打了，头也不磕了啊，都觉得说吃肉只喝酒嘛，都是本来就是嘛，一切举止不可以的啊。所以在佛门里边讲到这些啊，心性和空性的东西啊，它是有利有弊的，就看你是上根人还是下根人。听到这个空呀心性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上根人呢，他就听了以后敬德，他就继续更加勇猛精进的修，而且明白了这个本质上的理了。如果你是下根人了，一听说哎呀本来就是，我根本就不用修，下根人一听就废善不修了，这是两种反应啊，大家要对这个对照一下自己，不敢让出现这方面的麻烦啊。这就叫做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啊。告诉诸位啊，佛门历史上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公案啊，元朝呢有一个扬州的才子叫杨子昂，知道吧？啊，他呢，这个，是一个大画家，啊，特别擅长画马，啊，那么当时画马的时候呢，他要画这个八匹马，什么马的形状都能够了解呢？就是有翻滚在地上翻滚这个。打滚的马呢，他见不到，很少见到这样的形象，他就怎么琢磨怎么琢磨这个形态呢，他体现不出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就自己在床上上到他那个榻上去模拟这个马打滚了。模拟马打滚呢，他就把自己观想成一匹马，说这个怎么拧脖子，怎么翻腿啊等等，就不断的就全身心的揣摩这个马头部应该是什么状态，四个蹄子什么状态，就全身心的学马呀，想马呀，坐马入迷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夫人把饭做熟了，请他进来说吃饭，开门一看，吓得大叫一声说：“哎呀，床上有一匹马！”啊，他的夫人就看见床上有一匹马，惊叫了一声，啊，那么当时后来呢，这个因为文人们都比较笃信佛教嘛。这个夫人把这个事呢就跟他讲了，他就知道是佛经里面那会儿观无量寿经是比较流行的啊，他的知名度很高，净土三经里面他就知道说有这一句叫是心作佛，是心作佛，他就明白了原来是心作马，是心是马，就显现马啊。
后来就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画马了，改为画佛像。啊，那我们就知道，大家也晓得，既然事行做事做马，事行就是马，那必然会事行做佛，事行就是佛。啊，要对这个法义升起决定的信心。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是故，看到这一句了吗？找着了没有？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河三藐三佛陀，想彼佛者先当想象。啊，大家看哈，这里开始说是故啊，就是说让我们地观专心审慎的去观想啊。那么这里讲的是故地观彼佛，他用了三个名号啊。这里第一个是多陀啊，我们就念阿吧阿伽度啊。那么这个呢，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最常明白的，叫做如来，啊，第二个阿罗河其实就是阿罗汉，啊，这是这里当时翻译上的一个音译上的差别，叫阿罗汉，其实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它有一个最特色是什么呢？叫做应供，应受人间天上供养嘛，啊，所以这个阿罗汉就是取了它的应供之意。取了这个应供之意呢，就代表佛，不是我们常的佛的时候，第一个是如来，第二是什么？就是应供啊。所以这里的阿罗汉其实就是指了阿罗汉的应供，但是呢有差别，佛和阿罗汉的应供不一样。阿罗汉只能受三界内的供养，佛可以受九法界的供养，这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佛连菩萨的供养都可以接受，但是阿罗汉就不能受菩萨的供养啊。所以呢，第二个叫做应供，三藐三佛陀呢，就是正遍知，刚才我们讲到的正遍知海啊，这三个举佛的十种通号里边，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个号里面只取了他的前三个来表达说，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就是念佛的功德，观想，用念力观佛，啊。那么这里的如来啊，应供正遍知叫表佛的功德，表佛的哪三个功德呢？如来其实就是表佛的法身功德，大家知道每一尊佛，待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想，都有法身、报身和应化身啊。在此之前一直给大家讲过了哈，法身如如不动，报身圆满庄严，应化就是随类而示现，咱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属于应化身啊。所以这里的如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来者一无所来，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故名如来，就是指他的法身周遍，不来不去，来去向不可得的这个境界，我们刚才讲到的法界身，这是指的法身的一个层面佛啊。那么正遍知呢，就是指佛的圆满报身，庄严无比，能遍照法界的光明之相，是表佛的报身。应供就是指佛的应化身啊，随顺人间，我们这里有饮食习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不断的去王宫里边或者人这个大城里边去应供去，有时候因为他要吃东西啊，每天都去托钵等等，这些就是指的应供功德，是指的应化身。所以这里的三个佛号的功德，正好表的是佛的法报应三身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好，下面呢这一段我们就来看啊，想彼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华上啊，这是第一段啊。先当想象啊，先当想象开始就是给我们设定的什么呢？这个定所观境，就是想佛的形象啊。那么这里它有特色，就是闭目开目见一宝相，跟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阎浮檀金色啊，坐在我们上一个观里边修成就的这个华座上啊。那么见相座椅，这都下面再往下了哈，开始就心眼得开了啊。这里呢，首先我们就到讲到说，见相座椅就心眼得开了。这是什么？怎么可能？就见到这个宝相和这个华座以后呢，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啊，
这是为什么这里讲到的心眼得开呢？啊，就是我们前面观这个一切观成就的，因为这是第八观了，第七观包括前面的前六观中呀，有些观呢已经观成就了。你比如说这里讲到的这个纵宝罗网呀、满虚空中啊、诸天宝幔呀、弥覆其上呀等等，这前面已经有了，观过了，观过了，观成就以后，在这里就开始把这一切往这里所需的观上配套往上安置显现，啊，就往这个华座和佛的庄严色身上啊，然后到这个地步以后，相对应的这个功德就能让你心眼得开。这个话呢，没到那儿，只能读一句话说心眼得开。如果你观到这地步，你就明白什么叫心眼得开了。它是自然开了，显现了开了，啊，心也开了，眼也开了，心眼一体开了，就显现这里讲到的了了分明见极乐七宝庄严，宝池宝地宝树行列啊，这就是见到极乐这个诸庄严事啊，从虚空地上了无了然无碍了。你看了了分明，下面这个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啊，就是不断的用我们的观想念力，不断的思维佛这个妙想庄严，啊，所有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情形，啊，这是讲到的说如观掌中，啊，后面。你看哈，见此事宜，复当更作一大莲华，在佛左边，啊，在佛已经观了以后呢，就开始要观他的两位侍者了。这里如前莲华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华在佛右边，想依观世音菩萨像，坐左华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依大势至菩萨像坐右华座，慈想成疑，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啊，这就开始西方三圣启动了，啊，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观佛成就以后还要观左右两位这个菩萨呢？这个观想大家要知道，这有它的正体和功用的，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如果你不要是我们坐在这里啊，这个专业的去修观了，你就随着你对于经文的理解越来越描绘的细致恢宏，你的心都越来越跟不上了。所以这里所讲的所观，就是要扩张我们的现观心量，兼顾我们的观者的心力，啊，就好比说我们做事情，我记得去年比如说我们去拜五台山吧，啊，拜五台山的那时候拜这个戴罗顶，每天拜一遍的时候，觉得说一开始拜了两个小时，哎呦，觉得这一天就功勋很大了，觉得说这很不少了。后来绕着五个台拜了一圈，拜了半个月，天天在那儿拜，再回过头来拜这个五台戴罗顶的时候，就跟玩儿一样，就串上去了，不知不觉就磕上去。为什么？这就是把这个量给扩开了，啊，所以观世音和大势至的就是这个功德啊，就把西方三圣皆放光明这样的话给不断的扩充开来啊。再往下看，你看，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树下亦有三莲华，诸莲华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啊。如果说前面从大的方面说佛像观好了，还有两尊菩萨，这等于说从广度上来讲。那么下面开始，你看诸佛佛菩萨像都快放光明，那么这个光啊，奇光金色照到这个宝树，每一株宝树的下面都有三朵莲花，啊，每一个三朵莲花上都有一佛二菩萨像，这就是让你的心开始什么了，往深了走，往微细了走，往具体了走，一个是广，一个是深，练我们的观行功夫，增进我们的观行境界。啊，所以你看这种描绘，它就是层层递进，就跟你上颐和园那个什么佛香阁排云亭一样，不断的这样左右层层递进往上走，啊，这就叫做观法，啊，那么这样的话，一观起来就是等于说叫做西方三圣佛像观了，
啊，这是西方三圣观，后面还有一段说法，我们先放一下啊。这里要给大家想说一下是什么呢？这个观相住行之法，这是善导大师在《观经四体书》里面讲到的啊。观相住行之法呢，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其实这里讲到的佛身观乃至前面的华座观、宝地观呀，它是必须上下通关的啊，就是说这个宝地华座金像呢，这几关呢最重要的。如果大家心量比较大的，或者说志气比较高的啊，你发愿的话，你有想试一试，就从这几关法入啊，跟别人分享也叫这几个关法，这几个关法只要有一个关法成了，其他都自然而然跟进上来啊，因为它是一套体系，就是极乐世界真实前行嘛。那么你圆一个点儿，它的面自然就会不断的圆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观这个佛像，佛这个形象上来讲的话，要怎么观呢？一定不能够这个大条的啊，大大咧咧的观，要从顶一想到足，再从足一想到颈。比如说你观他的无间顶像、肉髻像，再观他这个两条眉毛中间的白毫像啊，还有他的眼、鼻、口、耳啊，乃至咽喉呀，这个颈脖呀、肩膀呀、手臂呀、手指呀等等，都要往下顺着观，包括他的身形、胸口、腹部啊、肚脐，乃至这个这个两条腿呀、膝盖呀、足呀、下面的平板足，乃至这个千夫轮下，一想从上面往下想，从叫做顺观，从下面往上想叫做逆观，就顺利这样来回临摹描绘，久而久之才能熟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尝试的，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第六意识，一定要坐椅朝着西方头呢，这样训练特别好啊，这个是增进是很快的。为什么跟大家讲这部经典，就是想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补一些啊，配着观想来称名啊，所以一定要在这方面要注意，就是说顺利要来回，让顺利不断的就住在心里，这样让它越来越明亮啊。这就是从声也罢广也罢，你看刚才讲到的这个建极乐国七宝庄严啊，保持宝地保持宝树行列啊，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一直到诸菩萨像皆放光明啊，一直到亦有三莲华，诸莲华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这整个这个就是一个观法的描绘啊，这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你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到时候相应了，只要你去观了啊。可是这个观可要下苦功夫的啊，这不是坐在这儿泛泛的说两句，回去尝试一下就能得到的，这不可以啊。好，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啊。慈想诚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浮宴鸳鸯，皆说妙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出定之时，一持不舍，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是为相想，名第八观。啊，大家来看哈，这里讲到说慈想啊，诚实，就是说这个观想成就了以后啊，田齐桥殿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次第，这每一句话，你看这个前面说见此是矣，就说明说到这里前面就已经要具备了啊。这里又讲到慈想诚实，就是刚才讲这些都已经成就了以后，就会有境界出来了啊，这个东西一定是随着走的，跟进着走的。你如果慈想成以后，一定是有境界。你看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浮宴鸳鸯，皆说妙法。行者当闻，不是说行者和慢慢的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得闻，说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行者当就是应当已经具足了这个水平了，就会听闻到啊。这将来这一段听了以后，大家跟我们有时候假如果你能够出境界的时候，是可以在这里进行正邪的分辨的啊。行者当闻，就是行者会听到这个宝池呀、如意珠王呀所出流的水和流光明的这个法音和宝树，他能够听到了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浮宴鸳鸯啊，这是几种鸟吗？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浮是什么？
啊，浮是什么？啊，浮就是水鸭子。啊，不难理解哈、啊。这个雁呢，就是雁，大家知道大雁就候鸟嘛，其实它也是水鸟啊。一直到这个秋风以后呢，它就北飞南了啊。这个春风以后呢，它又是南飞北了啊。所以这就叫浮和雁都是一种候鸟，其实都是跟水有关系的。鸳鸯呢，雄的叫鸳，雌的叫羊，啊，这由于他们过去的业力所感呢，一个死了，另外一个就活不了了。啊，但是这些呢是依着我们这个世界啊的极乐世界，可不是这样子的啊。虽然名是这个名，这个鸟既殊胜庄严，而且全是阿弥陀佛所化哟。还记得弥陀经里面说的什么？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云仙流变化所作呀。这会儿就开始法云仙流，就是闻法了。所以大家把经要往一套配套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打个岔吧，为什么说都是佛所化？可是他又要画个鸟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畜生道不是彼国都没有畜三恶道之名，那为什么要出现畜生呢？为什么这会画鸟而让他宣说法音呢？大家想，我们这儿见了个鸟，你是什么感觉呀？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畜生呀。啊，它如果是鸭子，它是下鸭蛋给你吃的；它要是鸡，它就是下蛋给你炒着吃的。或者说你想吃鸡腿，就把它杀了吃了。它都是一个畜生道，很卑微的生命。啊，纵然有些福报大的变一个孔雀，你一鼓掌，它也是供人赏玩的，变成个大鹦鹉学一下说你好阿弥陀佛，哎呦，大家都觉得称奇了不得了。这就是本质上根本就看不起它，知道吧？因为它是恶这个畜生道，所以从人的本位来讲就看不了。看不上眼，这里让鸟变化成啊这个说法者呢，就是让我们在极乐世界一切众生平等，不会对鸟生下劣之想啊。不要，这些法义都有功用的呀，你不要听热闹听就完了。再一个，水鸟都能说法，让听者悟到什么呢？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就说明诸佛法身跟六道众生的法身等同不二。说的都是法身法，成佛之法呀，法身不二的啊。所以这里你看听到说浮雁鸳鸯皆说妙法，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听到这些树呀水呀鸟呀长宣妙法以后啊，后面这句话大家要看清楚啊，皆说妙法以后，你看出定入定恒闻妙法，就是说你不论出定或者入定的时候都能够不间断的听闻，行者都能听到这个法。这个观修成以后啊，在你的心眼中就不间断的可以听到了，而且出定以后还会一直不舍。就是他讲这个法，尽管你出定以后这个法的加持和受用乃至你全身心的住在这个法位中还在，不能舍。如果舍了，说明你这个观没有修成。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修这个观所得的功德显现出来了，是这种境界了，啊！但是呢，大家还要不要忘了，要与修多罗合。什么意思？与修多罗合呢？合就是要吻合呀，这个意趣要跟它步调一致的，啊！如果说与经典中所说的不同，就是你的这个观法成就了以后，你肯定住在定中了，在定里边。你听到水鸟树林都在说法了，那么出定以后你依然还会听到这个法，但是所讲的这个法一定要跟你在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十二部经的修多罗里面这个经典所说的要一模一样。如果跟这个法一不一样，就是说明你是妄想了，很肯定的宿世无量劫来你曾经当过外道，修过外道法，纵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因，这个时候由于心沉寂了以后显现出来了，但是它是妄想，过去修外道法的影像在定中独头意识大妄想烦恼翻腾出来了，但是它不是佛说的正法，你自己认错了也有可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懂得勘验，要与经合呀。修多罗就是与经合，为什么要与修多罗合呢？经律论这叫做三藏，那么论点呢是讲智慧，就是讲的慧，界定慧匹配的话，论点呢是代表慧，律点呢是代表戒，经典代表什么呢？代表定啊。所以你这里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印度话
啊。那么这里与修多罗河就是一定要与经典中所想的合，啊，这里其实有两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见佛闻法啊，你在定中所听的这些法，如果不跟佛的经教相吻合的话，就是模式。二一个，你修这个观法不跟这部《观无量寿经》佛吻合的话，就是模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里要，认真的要了解这个啊，这个道理很重要呀。这你以后再不要问问题，说哎呀，梦里边出来个什么，说起念着念着旁边有一个光影，或者出了一个什么境界，这些都不算数呀。经典里面没有讲过这些，经典倒是反面教材里面讲过，《楞严经》里面讲过，说什么呢？五十种阴魔，啊，一旦五十种阴魔破了以后，就是色阴破了哈，有可能出现的境界是什么呢？十方所有的这个辨识方界呢，都是这种这里讲到的阎浮檀金色，然后你就一切的种类了，所有的六道众生，你眼里的都化成如来了，突然与空中就给你讲法，或者闻到十方这个三世的佛呢，都给你宣这个密法密义等等，这些就是修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呢，他出了这么一种状况，但是暂且这样而已。如果你啊在这里面把它当作是圣人所证的境界的话，你就惨了，马上就着魔啊。所以说不做圣行名善境界，若做圣洁接受穷邪啊，那跟这里是步调一致的呀。所以大家想想，这样的境界出来的时候都不算数啊，你的那点梦，你的那点妄想能算吗？真根本就拿不出手，你就别这个出来在这里这个询问价钱啊，上不了市场了已经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要与经合，就是两个板块，一个是你所修的这个观想所铸造的这个定，要与教合，要与这个这本经的教典的这个道理要合。二一个，你出定了以后，你散心这个听的法还要跟定中听的法要吻合，要不然就都是妄想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够叫做怎么样呢？粗见啊，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啊，这才叫做第八观呀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这个经的内容来验定你没有出差错啊，出定跟入定的时候也是相似的，不会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叫做粗想见见彼世界啊。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他的功德就大了。大家看，是为相想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啊。啊，为什么这里就开始除罪就不可计数了呀？那每个人的品差不一样，就看你的功夫了。无量亿劫的话，就等于说可能无量亿里边多一劫少一劫都不重要了，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差别相的。所以这里要无量亿劫生死三昧，最重要的后面有一句话叫做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所以大家想，你看观无量寿就到第八关的时候就这种利用都出来了，到第七关的时候就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啊，那古人的根性有多大呀？他能把这都修成功呀？啊，后面还要三生，就是说下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无量寿佛的身相光明，观音菩萨的身相光明，大势至菩萨的身相光明，突然间你想我们的心意识完全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不就现前就在极乐世界了吗？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到了这会儿这样自己做不到，你能做到一点点呢，都往生是没问题的啊。那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商榷一下这个念佛三昧啊。在此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说念佛三昧一直出现这个词儿，什么叫做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呢又称叫做一相三昧、波舟三昧，有时候叫做一行三昧。一行呀，就是你照着一个动作，一个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一直干这个事，干着什么东西都扰乱不了你了，这就如三昧，叫做一行三昧啊。在文殊问般若经里边就讲到，佛告文殊啊，说欲入一行三昧，你想修成这个念佛的这个一行三昧的话，应处空闲细行佛，就是你自己要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在这儿呢随彼方所端身正相，我们前面讲到的
正对西方，啊，这个方向不能乱。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见过现未来诸佛，就是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能与一佛念念相续，相应的上，那么就可以见一切诸佛，啊，能够得到这个三昧的话，一切法门皆悉了知，就是明了知道，不要问别人，啊，这就是念佛三昧，又叫一行三昧，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东西要掌握的已经成精了，其他人比不上你了。为什么我们通常说三昧三昧啊？啊，有时候我们去这个说个戏论，或者说我们说他老弄这个啊，比如说有的人现在好收集菩提子珠子，啊，就说哎呀，你现在这已经快入了这个珠子三昧了，啊，就是说他已经得了这个要领，掌握了这个真谛了，诀窍了，这个要诀了。所以你看，我们说修华严，读华严经能够入华严三昧，诵法华经能够入法华三昧，啊，还有守楞严三昧。观世音菩萨那也叫普门示现三昧，都是叫三昧，就是他在这方面已经是王了，啊，那就说明说我们说跳水三昧啊、撑杆三昧、这个短跑三昧，这都是三昧啊，在这个方面他入到这个了，啊，这是以世俗讲打比方来讲啊，但是真正的三昧呢，就是要正受正定啊，要现前，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呢，有时候又叫做诸佛现前三昧，就是见无量寿佛就见一切诸佛。啊，有时候又叫做普等三昧，普遍的普，等持的等，啊，等等这一些，总归就是说，为什么要修这个念佛三昧呢？大家知道念佛三昧啊，除了他其他的功德大乘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还有一个最殊胜是什么？修念佛三昧，这个菩萨能够生生世世常执诸佛，就是能遇到佛，不会生到佛前佛后，因为你始终念佛嘛，你这样的话就不会退了。因为我们每个修行人啊，如果你遇不到佛，没有生在佛前啊，你就会退，会坏我们的善根。啊，有时候自己修行漫无目标的修行，有时候就像这个热的汤扑到这个冰冷结了冰的池子中一样，刚开始好像消了一点冰，但是过一会儿连汤都冻在冰上。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常见佛所缺乏的功德。所以念佛三昧其实就是为了常见佛、围绕佛、常追随佛，啊，所以修念佛三昧。那会儿印光法师莲宗的十三祖啊，就是嘱托让弘一大师说，你现在其他的你先放一放，你先好好修念佛三昧，啊，因为那时候弘一大师又写信说他要赐学写经，又说要这个弘扬戒律等等，那种印光法师就说你的当务之急是先要修念佛三昧，啊，修把念佛三昧得到了以后，那么就一心念佛，不为外境所动，不为杂念所侵扰了，入到这个三昧里面，啊，那印光法师对念佛三昧呢，很有几段在印光法师文操里面呢，很有这个出彩的开示啊，像他讲到说，有人问的时候呢，说什么是念佛三昧，他就给他说了，说由于此念佛三昧呢，为正方知，就是他正到这个入到这个里边的人呢，才能够知道。啊，就好比说家里人说家中的事儿一样，啊，你外边的人说是念佛三昧是能知啊，难知难信的，说我你问我，我这么快给你讲的话，如果你不是说具备了过去文法这个善根因缘啊，你可能听到我说这个念佛三昧的话，你还会生诽谤和怀疑的心，这是他给别人开示的时候，啊，那么后来啊，又有人问的时候，又觉得说自己已经差不多快入了念佛三昧了。啊，印光法师就赶紧给他说你不一定啊，你千万别认错了，啊，他说正到这个念佛三昧的时候呢，就已经入到圣流了，是圣人了，大家知道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讲到说自己的影身体啊就像影子一样，你所遇的什么刀兵水火这些灾呢，他都不相爱了，没什么感觉，总管还在那受苦，但是他呢不会有这个苦的感受。但是最后印光法师就是跟警醒他一下，说到这种地步的话，说茫茫世界曾有几人啊，啊，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就到了这地步，是没几个啊，你不要以为，因为我们众生呀，虽然佛在的说现在的人根性不够，但是大家下意识都会觉得自己的根性比别人强，都会觉得自己是上上根基，说那下下根基呢是说别人的，人人都会犯这个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念佛三昧啊，像印光法师这样的人才是确实证到念佛三昧啊。他在描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念佛三昧啊，你要念到这个反观，又要念着佛，还要反观自己的念，要观外无念，念外无观，观就是念，念就是观啊。能够在这种地步能够照顾得到，就是说虽然你能够照顾这种地步的，但是观和念啊，就是念佛的念和你反观的观的这两个念头还合不到一起。尽管就像水乳交融了，他形容的是水乳交融，大家知道吗？水和乳呀，就是水和奶交在一起啊，不会完全融合的，它就再怎么搅和，水还是水，乳还是乳啊，可能你们没观察过，这是搅和不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在形容僧团或者大众修行的时候，六合境就是如水乳合，不是说你就好的抱成一团了，不分彼此了，是你在这个里面融合在其中，各然井然有序的各修各的，这才叫做六合啊。所以他念头也是，他说虽然到这种地步了，但是你还没有穷尽到根源，还需要什么呢？像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的体究，切切的提思，就是不断的破，不断的舍，重重的体究，切切的提思，越究啊，这个越切，这个越提越轻，就是念佛念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根本就不知道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这种情况下，力极功纯了，就是力量到了极致了，功夫纯净了，熟了以后，突然间合念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这个时候才叫做念佛三昧啊。这我们就这么一听吧，啊就是想象一下，以此因缘愿这个到了极乐世界赶紧就证念佛三昧啊。所以说才叫做灵光独耀，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呀啊。到了这地步，如果说论他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虽然还没有离开娑婆世界啊，就可以随时在极乐世界参加法会。大家想想，这是真的呀，你想坐在这儿不离娑婆世界，就在极乐世界参加法会，你们其中有没有呀？有没有？别谦虚了，肯定有啊，我是深信有啊。那是人家的事儿，如果你跟我一样还没有，那咱就好好修吧啊。人家有坐在这儿，就在极乐世界听着阿弥陀佛，又听着我讲啊，还有就可能有些地方觉得说讲的跟那儿不一样啊。所以但是这都是真的呀，一旦凡圣通关了以后，这就是就本来如此呀。所以你想我们修行什么修行最后就是一个通嘛，就是一个境嘛啊。所以最后印光法师那会儿呢，他就讲到说，我也是这样的啊，从去年开始九月半的时候就开始打了个妄想，企图清正念佛三昧，谁知道这个宿业，就是我准备后来觉得念佛三昧我证不了了，只好说消点业吧。后来发现这个宿业跟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这是在印光法师文里面讲的啊。他就说同一不生不灭，最后说了，哎呀，佛光普照法界，我现在这个业障还不能亲自见到，说哎呀，苦哉苦哉，奈何奈何啊。最后补了一句说，书此于怀，就是我把这个写出来怎么样呢，希望以其知者待我封幽耳，其实就是人家已经证到念佛三昧了，现场的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啊。所以说到还说以其知者待我封幽耳啊，一般别人以为说，哎呦，这老爷子念了一个腊月还没念出来个念佛三昧，其实人家证到念佛三昧啊。印光法师有这么一段开始，就是表达自己已经证到三昧了，但是世间茫茫，世间没有几个人，所以他才说以其知者，就是如果有证到念佛三昧的才知道，才知道为什么说宿业跟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啊。这个如果有了解楞严经的啊，我们现在到不了这地步，那没办法啊。但是也有一些相似的境界比较浅的这些大德们，虽然没到念佛三昧，跟大家分享几则。大家听过有一个叫做广清老和尚的吗？啊，有听过的。广清老和尚可了不得了，他后来在这个清源山闭关的时候呢，他把老虎洞给霸占啊，他就坐在老虎洞里面闭关打坐，结果那老虎回来没地儿去了，还不敢咬他，最后就在洞口给他当护法。你像他有道呀，那没道的人，老虎还认你，一口就把你
阿弥陀佛了啊。后来他就不去攀援啊，也不去找供养，就在这洞里边闭关，只赶的什么呢，有一个猿猴给他送花果瓜果给他这个送供了啊。所以你看这六道宗神都是遵从这个有道有德的，而且又有道还有德，没德也不行啊。你纵然有道，那提婆达多就有道有神通呀，他没有德呀，没有德人家不理你的啊。那六道鬼神可是看见我们天天在干嘛啊。所以他在念佛的时候，有一次呀，就在大殿的佛号，就是在那儿这个精进啊，精进的时候呢，这个当时佛号就从大殿，他就感觉到从地上什么呢，盘旋盘地而起了啊，然后这个就是冉冉的升起了，回然说，会最后就整个法界就是一句佛号。当时在绕佛嘛，绕佛我们是叫做行香，他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行香啊，也不知道这个当时定在哪里，这就一句佛号啊，一切生活皆在佛号，整整就是这个境界呢，相续了3个月之久。啊，这就是把一句佛号给念熟了，全体显现出来，啊，这是广清老和尚后来这个回忆的时候还想到说，哎呀，那个时候那3个月他就觉得非常轻快，很自在，啊，这是得的这个广清老和尚啊，还有一个叫醒一法师的。醒一法师这个人呢，是在当时出家了以后，在就现在湛江的镇江的这个江苏镇江的今天金山江天寺，就是法海祖师在的那个地方，水漫金山寺啊。他在那儿听到净土法门以后，就专注念佛了。当时他发誓呢，用闭关120天，120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这个功效，他就又发愿闭了120天。起初的时候呢，杂念很多啊。杂念很多的，慢慢他就是念到这个50天的时候呢，还是控制不住这个妄念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起了这种大悲心气了啊，就更加的这个惭愧啊，这个用心的念了。又过了差不多70天的时候呢，这个妄想就慢慢就淡了，啊，心里也就安稳了，啊。到那个时候，据他说呢，妄想一天只有这个3到5次了，啊。那么，随着这个心慢慢清明了以后呢，念着念着就把境界念出来。见到这个佛呢啊，立在虚空啊，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个阎浮檀金色一样的金色灿烂啊。那么佛念出来了，一直在那儿不走呢，他又生了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喝拉撒呀，上洗手间的时候佛也看得见，这多不恭敬呀，他难为情啊。后来他就又怎么破这个执着呢，他就想想，我是一个病中的子女，佛看我就跟自己的儿女一样，我生病了那佛肯定不会嫌脏啊，就这么以这个观法呢，又给对峙了一下，就更加精进了，啊，又过了许久以后呢，这个心境开阔坦荡了，就整个觉得这个善恶呀、杂念的分别都没有了，动静就浑然一体了，啊，所有的这个心里还念诵这个佛号啊，这个时候就精神也特别的充足啊，都不需要睡觉啊，也没有饥渴感了，来了饭了嘛，就这样下意识的吃，也没有一个苦患，觉得说饱了饿了都没感觉，啊，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他住的疗房呀、墙壁啊，都隐了，不现了。你看，这就色法就破了，啊，隐了不现了以后，众多的佛菩萨就整个就满太虚空，啊，这种境界呢，他还见到这个莲花上有2个人是他这一期的生身父母。你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到闭关结束，相续了有20多天，人家那个时候才30岁。啊，这都是还没到念佛三昧的时候，大家要晓得，这还没到念佛三昧。念佛三昧那就属于一了百了了，自己能够自随意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能够观到这张地步的时候，除了能够除无量一劫生死之罪之外，还可以与现身中打保票呀，就是你这辈子之内得念佛三昧，啊。好吧，我们合掌啊，希望早日能够得念佛三昧。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
愿身西方净土中，愿身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